好了，今天你也把要挑战那个目前日版2月28号刚开放的独杖暗灵1x2关卡。这个关卡呢，需要5到7队才可以过关。目前我们前四关应该会先把能用的阵容 TP 先升满。基本上我这个阵容也是上网抄的，看一下就好了。皆さんの熱いエールにお応えして、第5回美食伝食べ歩きツアーを開催しますよ。哎，加班喽！但这只魔物看起来不好吃啊。誰も応援なんかしてないわよ。っていうか、なんなのここ？霧がかかってて全然先が見えないじゃない。この先にあるのは毒性の暗涼、毒の正気とヘドロに覆われた小高い山でございます。毒？ヘドロ？私たち食べ歩きツアーに来たんじゃないの？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来てんのよ！よくぞ聞いてくれましたキャルちゃん。今回のお目当ては卵なんですよ。劣悪な環境にさらされているこの山の生物は、OK。その環境ストレスによって。好，吃蛋吃蛋，快吃快吃。这目前有四关，好，跟这个一叉是一样的。前面都是来赚 TP 的齁，那我们先赚第一队的，第一队就是这五只，情人姐姐、真情，还有毛衣卫，那先来赚 TP， 这应该都是秒杀啦。好，五只都赚完了，接着赚二队。会发攻略文吗？这个应该不会，只发影片而已。接着二队是两只钻五角，哇！哦，没练满，女帝，还有水漾可可罗。OK， 好，第二队赚满了，舒服。我看哪一队还比较需要 TP 的？三队有出信奈加这个进化。OK， 三队先赚了。三号队，放了一只。我们第一次没过就算啦。速度好 ，OK， 三个队伍的 TP 赚满了，接着四队，他的四队我出不了，很神奇的配置，他出美东加七七香，而且那个美东是有专武的，所以我直接 pass。反正我别的，我看到另外一个了，我们这边再接一只真情啊，第一次要给尊重了，再接一只真情。然后他需要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万圣人，这应该是拿来收残刀伤害的嘛？优衣吗？我没有优衣，没关系了，不用谢，借狼效益比较好。OK， 好了 ，TP 战完了。好，现在我们就看一下第一队可以打多少。这只王大家觉得很丑吗？嗯，真的蛮丑的，很像山寨游戏会跑出来的那种 BOSS。 好了，紧接着就是出我们的第一队，有请一号队伍上场。我们要先把
跟人家借的拿去送头。嗯。假霸是哪个东西的？哦，加巴沃克。他是会偷 TD 啊！我开场我觉得要直接开大局了，开局偷我 TP 耶、欸！真的、欸，而且是随机目标，没关系，我晚点开。这队会打到时间到。What the fuck？ 这个要怎么撑？真情，你要怎么活？找不到一个好的开局，慢慢来。刚才就吐一个大局啊，我就死了。哎，这次就没有事了哦，正常了。这个偷 TP 超烦。我看到 TP 减1000呢，哇，臭。够了够了，他们砍掉了近200万 ，OK 了。好，紧接着下一队，我觉得要慢慢送头哎、欸，等他把大局开完，啊，我们就拿这个小废物去送头，耶、yeah ！啊！看一下什么时候会开大局，观察一下。没有，我等他 UB 开完了。好像不会，他开场不会开，那我直接出队了。好，我们的二队是林，然后饭团、女帝、艾亚丽莎、泳装可可罗 ，OK。
宴の始まりだ。怪人の宴。ご飯ご飯。お役に立ちます。いつまで持つかな。私の矢があなたを貫く。ナンバーザバロン。全力全開。プリンセスストライク。このお役に立ちます。スラッシュスターム。お願い。なかなかだ。やっ。お役に立ちます。お願い。私の矢があなたを貫く。え、見た違うん。それ。オーシャンヒール、海の恵みです。助かった。勝利のため。それ。お願い。よっこしょ。はっ。宴の始まりだ。ナンバーザーバロン。やるじゃないか。行くよ。私の矢があなたを貫く。好臭好臭私の矢があなたを好臭全力全開プリンセスストライク見事でございます楽しもうともらおうか一気に攻めるこれで終わりだスラッシュストームすごいねこの程度死ぬ私の矢があなたを貫くいやなかなかだじっとしててねいつまでもオーシャンヒーラー海の恵みです宴ナンバーザーバロンこの通してもらおうかお願いやるな又来了吗あなたを貫くよっこしょうぇなはずじゃん宴ナンバーザーバロンうぇ全力全開スリーカロリーが足りません臭爆好两队目前砍了350万 OK 今天我们出法队吧三号法队加油哎，不能按中和他招哦，千万不能按。按了之后防御就归零。这队好像也不是主力耶，拿来消息。顶不住了。セイクレットパニッシュ頼もしいな重来吧你打到什么進化吗 还没有装中二有絶対に守ったヒーローのネジャーもうしろバーミリオンバイトわらわは不思議だなコスモブルーフラッシュせいなる盾よやるではないかはっそれ震えろ冷たいですよもう不死だバーミリオンバイトわらわは不死身じゃ愚か者めやれるよ習った通りコスモブルーフラッシュセイクレットパニッシュあなたに力を与えていいんだよバーミリオンバイトわらわは哦哇塞我觉得幽花里的大招要等到大概一分钟的时候开的扣子
中二碎片了，之后有活动了，就不用急。你是大概三十秒的时候开吧，等三十。好像刚好，但我觉得这队打到这里刚好，来垫你一下，可以的，可以的。所以我确定这是 BOSS， 每打完一轮之后，他的 TP 才会清空。嗯，这样也蛮好算的。我们打了460万，可以，还有300多万。然后我们再出最强的物理队之一，这只换我的狗了，来了，超级好血，咬死你！正义のために覚悟しろよ。ぶっ飛べ！ウルフェンファイト！大当たり！ピアリストピースタンプ！ハムウィンテラー！負けられないんだ。うんにゃー！狂暴！叫小怪！インテラのシール。第一次有会叫小怪的 BOSS。突然震到一下，刚好暴击哦，难怪。咚咚咚，掉小怪喽！哎，小怪呢？哦，有了。インフェルノシールド。あと一息だ。刈り取ります。待ち込むさ。刈り取ります。はあ。待ち込むさ。命力強化です。ぶっ飛ぶ。ウルフェンボディ。中堅だこれ。太棒了，没差。我要抓到狗不死就好了。金というなら覚悟しております。インフェルノシールド。
悪く思うな。打ち込むぞ。刈り取ります。一球チャージ。覚悟しろよ。刈り取ります。大当たり。いってー、いきなりハッピーストップ。よくやったね。琉球剣ダックであらー。はっはっ、あと一息だ。暴れるぜ。ぶっ飛べ。ウルフェンパン。行くよお父さん。ハロウィンテラー。あと一息だ。読みを変える。那只狗我救不了，它死定了。臭！哇，死前还可以开大绝，赚翻了！啊，目前出到四队喽，可是我们 TP 槽都用光嘞，我们那四关都用光。啊，190万要用落脚打完啊，有点难。看着他的四队我不能出，所以我可以出他的小旺那一队。小旺、小刊、暴攻。暴攻好久没出来了，很可怜。声乐，可可罗没专武，暴攻也是很猛的，你看打95000欸，超强。下一次正来开。臭。哦，快开！哎，来不及反应啊！这队打够了，我们刚刚340万嘛，这队起码要打个80万就够了。哦呦，这队打蛮多的。嗯，有打这么多吗？怎么剩130了？我刚刚190嘛，190，然后这队打60万，可以的啦，60万了。法师，嗯，没得塞了。我这边还有蛮多坦的，这只给你。哎，空花好了，然后我再找一个法师。我知道了，莫妮卡，我们打前期，出五队了吗？目前五队，这是第六队。我们打前期 OK 吗？先清小怪哦。看他血有在变少，我就觉得蛮开心。哟哟，差一点！哇，我的破防没了。
们工作已经做完了齁。130，这对于打了60万，可以，60万够多了。吉他啊，破防脚呢，被我用光嘞，冷会破防，很好，让我再塞一个留下，完美。新小怪，新小怪，算 TP。こいつで決める。一刀両断。はあ。テンペストブレード。かりゃ。かかってきな。ゴーゴー、うち。安らかに眠る。うっち三段。おお。決めるよ。かかってきな。恐怖を受けるのはっはぁ。テンペストブレード。すみません、すごいですね。よいしょ。えい、ゴーゴー。いやー、クリア。いやにゃー。再见了。最后啊，熊罗开不到大招就赢了。我也想开个动画的。拓荒完成耶、yeah! 请问他会给什么、啊、哇，绝世的卵，看来又是个体力道具。48体哦，加减啊，出几队？七队，刚刚是第七队。呀，山の主がこんなに強いなんてびっくりですね。びっくりですね。じゃないわよ。なんなのよあれは。カエル、トカゲ、ただの化け物じゃない。まあまあ、無事に倒せましたし、絶世の卵も手に入ったし。我们打了半小时，27分钟。あのような生き物打前四关就好了。食べても大丈夫なのでしょうか。それじゃいただきます。うんうん。本当に食べちゃった。何ですかこれ、信じられないくらい美味しいですよ。ほらほら、二人とも早く食べてくださいよ。では、うん、ハムハム。コクと香り、まさしく美味でございます。退去是不是坏掉了？为什么看不到我追随？きっと主様もお気に召しますよ。え？じゃあ私も一口くらいもらおうかしら。あら、本当に美味しいじゃない。最後は一緒に食べてくれるキャルちゃん、素直な感想も可愛いですね。よしよし。こら、頭撫でるな。子供扱いすんじゃないわよ。要把我当小孩。今回の食べ歩きツアーも無事に成功して何よりでございますね。せっかくの命をいただくのですから、今はひとときの中山を堪能いたしましょう。耶、yeah ！过关，我来看一下家具长怎样。绝世之卵。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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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年原有新家具啊！有了，那也只能放这里了。嗯。好像没什么，没啥特别的。
可以直接把活动道具放这里，很好哦，对称美哦，看了就舒服。一周年的道具先买一买。哦，为什么只能买一个？是我格子不够了吗？不可能。我还想，哎，真的，一人只买一个。我还想买十个，然后放一整排的。娃娃有动作吗？不确定。嗯，收纳 bus 扩张，还好这个不用花太多钱。有些都只能买一个。OK， 收集完了。所以，我们后来出了七队嘛，对不对？然后还多一组法队。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有一个表。最后面就是我出的阵容，有点小，我放大一点。一队布丁、毛衣卫、真琴、庄武、惠梨子，然后加净流嘛。前面四关你可以让四队的 TP 凑好，然后我把这队换成了另外一组法队，放黑猫加泳装猫咪，最好每一组都搭配一只会破防的物理破防的角色，然后破防不用放太多，光是一个深月的降防就可以让防那个王的防御几乎归零，所以真的不用修太多。所以像这队就可以只放真情，然后放布丁的当坦，他就可以打完一分半了，顶多打一分十秒，然后王就吐毒了。有王子吧没有？这我们公会里面传的。反正就看好这队啊，这队加这队两队，一只真情用借的，另外一只出自己的，然后万圣人正院的那个谁，日和。这些都可以换掉，换字啊，或者是换那个，想一下，一般的日和也可以。但如果没有这些角色，可能要出到八队以上，甚至要磨的，把磨死，超难。整体有难度啊。正月日和是人权吗？一开始是，但后面会被取代。所以我觉得法队可以出到二两次的。好了，祝大家1x2过关顺利。如果打不过，我建议氪金耶。Yeah。